好，在下一个小时11点钟呢，我们将会换一个新的包厢。那么再请大家在稍后结束10点钟，也帮我们换一个新的包厢，来到子频道来支持下一个小时是毕倩涵、小毕主播。接下来看到行政院长苏贞昌啊，想在总统蔡英文之前，现在喊出要发钱要还税于民，而且是6000块钱的红包，被质疑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吗？详细状况交给林晨佑。回到现场，我们这一集邀请到立委谢依凤来到了现场。委员早安。大家好。我们来看苏贞昌抢在蔡英文前头拍板说，哇，还税于民，我要发钱，发6000块的大红包。但是这个发钱的时间点居然是落在农历春节后，哇，这就让大家想说，哎，你发这个开春红包是为了要保住你阁揆的位置吗？我相信哦，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就是说如果在春节后哦发红包的话，这样子苏院长就可以顺利的做到就是那个1月22号春节之后哦。我觉得其实哦，我觉得行政院应该要另类的来看，既然民进党已经决定，好像都决定要把苏院长留下来了，那苏院长如果真的想要留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不就在过年前赶快的启动行政院，赶快的提前做好所有的行政作业，规划完善就发，过年前就发。我认为如果过年前发，才是苏院长真正的阁揆保卫战。嗯嗯，所以既然你都觉得你要留任，那你前后发也没差嘛。对，就前面赶快发一发，大家好过年呐、啊。我觉得其实从现在看起来，如果我们行政院他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在党团里面刚好是已经讨论到的，其实我们行政院院会今天如果尽快的可以在院会结束前就把条例赶出来，出了行政院其实送到立法院来，我们再通过特别条例，就是现金发还的特别条例，然后行政院再编，根据这个条例编列预算案送来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审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立法跟预算案的通过。所以其实在过年前立法院是绝对有办法可以通过这个条例跟预算案的。那所以现在党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决议哦？比方说，因为临时会我们开到1月13号嘛，是会再让他延到1月20号，哎，赶快让这一些预算通过吗？的确，我们刚才在党团里面也讨论到了，现在要召开临时会，可能会有日期跟还要举办谈话会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在今天就发文给立法院，然后希望就是游院长可以召开朝野协商，来举就是来讨论这个加开延会的事情。我们是要求延会3天，因为我们认为在3天内，其实这个特别条例非常简单，要拟这个特别条例只有几条而已，所以可以马上的拟定出来。而且如果现金发还的这个方案是非常简单的话，就是全民普发6000元的现金的话，其实预算数也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就是在怎么样子最快速的情况下，立法院可以顺利的把这个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都审列完毕。所以这样听起来国民党团应该是全力配合的、啊、那当然就主要是看民进党团的态度，但是呢，现在苏奎的他的阁揆保卫战、啊、恐怕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说的算、哦、因为呢，从陈其迈、哦、就开始先喊支持苏贞昌，那接力再喊的就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喊支持苏贞昌，所以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党内部真的对苏贞昌留任阁揆的共识越来越高了吗？然后苏贞昌还说，哇，在一片沉默螺旋的情况之下，陈其迈愿意这样子讲，让他真的是倍感温暖。我看这样子看起来，大家是觉得就是现在民进党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了，那他们可能也认定了苏院长不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这个阁揆这个位置其实是
对于所有政治人物最耗损的，其实对民进党政治人物最耗损，不管是赖清德也好，不管是尤锡坤或者是就是林权也好，都在这个位置是非常任期都非常短的，很容易在这个位置上耗损。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下，想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就像赖清德也好，可能还有其他的候选人也好，陈其迈说，听说现在也是候选人之一哦。然后我觉得，如果以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他们都不希望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任何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最后在权力不得不的情况下，就希望在苏院长留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是不是？对，以免到时候可能这个名声哦变得因为阁揆的关系，所以变得没有那么好。尤其是还要扛这个败选的责任，要扛这个所有的行政的这些责任，我相信，其实对于全民来说，我们还是期待2024，我们找出最好的国民党内要提出最好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我们共同来赢得2024，帮台湾民众来做好行政，做好把关。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最终最想要的目标。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谢谢。好，看到了这个还税于民的政策，虽然说拍板要发现金，但是现在发现金的时间点呢，也是被朝野党团来质疑的，觉得应该要在过年前发吧。那在过年后发，难道是要让大家去赞叹苏贞昌，然后呢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行政院长，然后继续留任阁揆吗？但是也别忘记，其实在败选之后，绿营内部就出现了很多声音，内阁应该要改组，但是现在种种的动作迹象看下来，包含绿营自家人又开始在喊出支持苏贞昌，难道苏贞昌又要继续恋战？就算在年后内阁也不会改组，阁揆也不会动吗？以上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